大家好，喂，死佬，死佬，今日又嚟打机机啦，我哋继续玩翻囚体嘅上一集啊，我讲到我哋阿剑痴死 Q 咗，冇鬼用啊真系啊，咦，死咗嘅呢个 save 都系啊，咁啊就捞捞翻 save 先，原来系又死咗噶，捞翻系上一个应该好 Q 多个 save 真系麻烦 ，OK 应该系呢个啊，我哋睇一睇系咪呢个先。系啦，剑痴再生的，咁我哋跟住，我都有少少迷路，好似系攞打火机之类嗰啲嘢嘅，跟住我哋要点火系咪啊？诶，系啦系啦，呢度嗰个宝箱都系红色嘅锁匙 ，OK 就得。唔知做乜鬼嘅事啊？呢度突然间爆发咗出嚟，咁我哋走啦，红色嘅锁匙啊，剑痴我哋翻屋企啦。跟住大佬就出现咗啦，奇色出现啊！跟住追到上嚟，行快啲啦！剑痴等咩？等运刀啊！啊，剑痴行得好慢啊，唔知点解。红色锁匙，红色锁匙，咩料啊？打唔开，打开咗，系啊，佢话危险。跟住佢死咗，做乜嘢事？即系点佢都点佢都死，追到咗外边啦！剑士军对唔住啊，跟住我又死咗啦。吓、啊，即系咁都系冇分别嘅，都系咁。我唔明喎，吓、啊，定系我哋要兜咗条路去咗去，令到嗰只嘢冇追住嚟先，跟住先至去翻嗰个位咧。我哋试多次先，定系好似佢提示咁讲，要将所有嘅囚体困住咧吓、啊。如果系咁就麻烦咯。啊，唔好嚟，去咗先。红色锁匙啊，搞掂。唔惊啦，而家我玩到吓，俾、啊、你吓到吓、啊。第一次玩系最惊。嚟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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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喺边喺边？喺呢度。小心，吓我哋兜上去先。走啊！咦，冇追嚟喎，竟然。即系四符先吓，走甩，走甩嘅四符位。OK， 跟住我哋落翻去。就今次应该冇事啦啩？我明明喺度使用咗红色嘅锁匙啊，安全就啦啦。今次会唔会有啲唔同咧？使用红色嘅锁匙，系啊，用啊。嘿，今次冇发生个最后尾啊，个紧急事件。终于都出到外边啦！太好啦，剑痴咩？太好啦，剑痴啊！呢个好明显写错字啦。嗯，即系佢系啲宠物小精灵嗰啲。我叫剑痴啊！太好啦，剑痴咁啊！嗰啲系咪嗰啲嘢？走啦，翻去市里边啦。跟住又出现啦。诶，唔好啊！艾琳娜，快啲走啊！剑痴君。一定要尽快走啊！啊，走唔走得甩咧？系咪走甩咗？唔系啊，佢喺后边啊！走啊！唔好啊！好啦啊 ，bad end 都系咁。提示就系要一定要运咗四只无头怪物啦。我哋已经应该系运咗两只噶啦。如果冇睇错的话，我哋仲争少少嘅。OK， 好啊。咁我哋而家要做嘅就系谂方法引啲毛头出嚟，跟住将佢运翻响相关嘅地方。都谂下先，有边啲地方可以运人啊？通常都系因为自动剧情嚟运咧，所以我自己都唔知。啲门喐得到嘅咩？诶，喐得到嘅喎，真系啊！咁就得啦吓，呢度应该系运其中一个人嘅。好，呢层楼嗰只我未运嘅，我记得应该啊。唔好过嚟睇戏啊！你条友吓，闩门啦、啊、你！我唔系好明佢嘅触发点系点，但系即系嗰只鬼咧 ，set 四符先，以防万一，要搵晒嗰四只嘢。我仲未听到脚步声，诶、欸，有啦，嚟啦嚟啦，喺边？喺边度出嚟？喺边度先得噶啦？呢边，竟然你喺呢边出嚟啊！最难搞呢边啊！走大兜路，剑士军啊，剑士军追嚟追嚟追嚟，快啲啦！等你啊！我佢唔肯过嚟呢间房間，系咪知我想咪捉佢咧？我又嚟多次，定系要咁不断系咁走房，跟住屈到佢喺嗰个房嗰度先。我唔系好明佢哋嘅设定，定系要一开始就要捉咗先？应该唔会。唔通我要去到 back end 要重新再玩过，唔系好想。诶、欸，嚟到，快啲过墙，快啲过墙，快啲过墙。嚟到两边，
前面嚟到啦！剑齿君行快啲啊！呢度，有嚟吓！剑齿君塞住人哋，有咩方法？呢边，诶，兜咗呢边，醒目，出嚟啦，白痴仔，出嚟啊！哦哦，我会困埋佢喺入边噶。剑齿君系冇事噶，吓死人咩你？衰鬼啊真系，装你个鬼。OK， 搞掂，哈哈哈，无事掉。搞掂吓，成功揾咗一只，应该仲有另外最后嗰一只啊！但系我哋要揾个地方将佢封印先。要边度将佢封印咧？吓，呢边落去嗰度冇得封印。咦？得个呢度都可以封印将佢。好，谢师傅。发现下一个吓，冇头鬼兽死。跟住应该系走啦吓。我哋又被吓多一次啊！剑齿君行得咁慢都冇事嘅，点解明明你明明慢慢喺度行啊？点解佢唔打你？因为我靓仔咯，竟然系咁。哇！三门啊！呢只会唔会复活噶吓？佢个头跌穿咗啫，但系佢个样唔似死样啊！哇！你都嚟佢，有冇闸啊？可唔可以将佢运埋嚟呢度咧？一拼过运晒两只，会大力度开到两个闸咧？其他集都好似坏晒，系啦，咁我哋唔好一隻运两隻啦，可能大力嗰头 ，OK， 喂，嚟 ，hello， 啊，试下先，我嚟啊，又嚟啊，呢度，哦，喂，唔系，仲有一个好大嘅问题就系点解剑齿君死 Q 咗之后咧，系会只怪物都会唔见咗啊吓。即系我俾你食啦，跟住只怪物就消失咗。定系剑齿君本身系一只灵兽咧？吓，剑齿君你咪一只灵兽？我哋要屈，我哋要又敲下房，屈一屈先。嚟到，快啲引佢落去。下边嗰地方大啲咧，易走啲。冇声。嚟到，边度？有气息。呢个位。诶，果然。追我一笨。呢度落去。诶，过到嚟吓，落去，佢会唔会脚短个头落唔到去咧？诶，落到嚟，剑齿君顶住佢就啱啦，得唔得？得咗，拜拜，你两个相足相西啦吓。剑齿君话你又将我困咗入边，鬼叫你行得慢咩？冇事丢 ，yeah， 吓，我使唔使将最尾嗰只晕咗嗰只晕埋咧？定系可以走咗甩咧吓？我哋试下先，应该死咗噶啦，最尾嗰只。红色嘅锁匙，今次成功走咗一粒啦啩，搞掂得唔得？啊，好期待个 end 啊，你明唔明？掂吓，太好啦，终于去到外边啦，系啊，剑齿啊，我顶你个肺，最尾嗰只真系要晕，唉，得啦，我知啦，系我嘅错，对唔住。好，奇下，我顺手运埋嗰只晕低咗嗰只啊，原来咁样冚到个头落去地下咧，佢唔会死嘅，佢哋，即系咪因为有不死之身啊？佢哋嘅设定。咁唔紧要啦，顺手运乜运嘅啫，都系好简单。开，拜拜，安息啦你。跟住我哋就走人，应该 OK 嘅。跟住啊，应该去到正常嘅 True End 噶啦。嘟嘟嘟，打唔开红色锁，系啊，用啊，唔该。诶，今次啊，好期待，唔好又有只怪物啦啩。终于都出到去啦，太好啦，艾琳娜。欸，终于变翻正常咯吓，佢唔系一片智君咯吓，神经冇错乱到，剧情俾我哋收转咗啦。艾琳娜太好啦，走啦，翻去市里边啦。诶，走甩咗，成功啦。跟住咧，哇个市咁冇晒灯嘅，呢个，呢个。如果可以嘅话，你要嚟我屋企里边吗？咦，咁快有啲食？有人话剑齿系冰啊，剑齿系冰，不得了啊！即时谂唔到。多谢你救咗我，我要好好咁样感谢你。你想点样感谢我？以身相许啊，妹妹。啊，呢个唔愿意啊？唔会，先至冇呢啲咁嘅事啊！有得食点会唔食？真系噶，啊，当然啦。跟住咧，无啦啦引狼入室，你跟住啊，啱啱走得出另外一个困境，你就死。
会唔会系咁啊？咁我去泡茶先啦，你乖乖咁样留喺呢度等一阵啦。泡茶，喂，你可唔可以开翻盏灯咧，小姐？你屋企好暗啊。嗯，好啊，多谢你。啊，真系暗啊！系咯，边度可能咁暗噶？做乜唔将灯打开啊？有一种唔太舒服嘅感觉，唔通艾琳娜都系一个杀手？话说最近睇翻啲高啲人介绍啲旧嘅冷门漫画，有一个叫唔知乜嘢洞穴杀人事件。偷窥洞穴杀人事件，诶，等阵先讲。哦，呢个系咩啊？被睇见啦！诶，唔怪啊！你做乜艾琳娜？你只眼变到咁啊？吓，好似弱智咁嘅眼。唔系要你乖乖咁留喺度噶咩？艾琳娜，反正你都系想离开我噶啦，系咪？艾琳娜，冷静一啲啊！点解要做啲咁嘅事啊？即使你想逃走，我都唔会俾你得逞嘅。唔系啊，我唔系想逃走啊！哎，从今以后我哋永远喺埋一齐。多谢你保护我，剑齿君。佢用咩招式可以通手段白刃咁样卡咗我头走咧？我想问一下，犀利啊！干线，好啦，我哋成功地打完呢个囚体嘅 True End 啦。咁讲翻呢个啱啱嗰个因为佢仲有噶，我记得咧，我睇过洞穴杀人事件就系讲一个麻甩仔谂住喺日本啲咁新。响好辛苦嘅环境之下，谂住自杀死嘅，跟住自杀，喺埲墙嗰度唔知咁样勾个勾住咗，跟住谂住吊颈，跟住之后吊嚟吊去都吊唔到，跟住就戳爆咗个窿，跟住就见到对面有条女女响嗰间房嗰度啊，跟住然后发现个女女系呢个杀人凶手 ，OK 噶，有啲古怪套戏，但系有啲意想不到嘅剧情发现，好猎奇啊，又系一啲好猎奇嘅嘢。好，咁跟住点啊？系咪我搞掂咗啦？有冇其他特别嘢吓？十二分钟啫，唔好同我讲完。点啊？有啲唔同，咩事啊？我居然大意咗，不过呢一回我唔会输嘅。咩啊？佢大意咗啲咩啊？可以玩红之魔女篇，竟然使保存资料要啊？save 喺最尾啦。红之魔女篇即系点？继续 end 翻。诶，唔同咗吓、啊。红之魔女篇剧情被禁锢嘅身体，监狱嘅记忆啊，监狱嘅记忆先系啊，确定啊，唔该。本游戏含有暴力嘅剧场景同埋荒诞嘅内容。诶，第二章出现啦吓、啊。某一个村子，一个少女被称为魔女。对未知的魔法感到恐惧的村民为了杀害魔女拿起了武器。魔女是出身的故乡，被朋友、被父亲和被母亲背叛了。飞升的结果，少女用自己的魔法将村里面的人全部都杀死了。被鲜血染红的她被人们称为红之魔女。数个月之后，被红之魔女毁灭的村之中，已经被埋葬的死者醒了过来。人类被袭击的事件开始频密地增加发生，人们将这些有活死人跑出的这个村称之为死之村。感觉到事态严重性的邻村的人，向住在距离死之村很远的森林之中，正在静静地孤独咁样生活住嘅红之魔女求助帮忙。红之魔女痛恨人类，但系初次被佢哋依靠嘅咁样呢件事令到佢感到高兴。察觉到情况之后嘅红之魔女决定去死之村，竟然啊，明明就系你自己搞出嚟，佢跟住又自己去翻，唉，抹翻个地啦，整污糟 zombie 咩啊？呢就系咩乜？呢就系作者另外一只游戏定系点？都无啦啦只咁嘅，有只红咁嘅红白机游戏喺度。
死之村有好多嘅死者都向红尖魔女袭来，红尖魔女压倒性嘅魔法将佢哋全部都打垮咗，向住村里边深处走咗去。村里边嘅深处有一座佢从未见过嘅洋馆，好古怪啊！即系个高度比例咧，即系大佬会唔会高咗少少？佢勇敢咁样入咗去，发现咗死神海洛斯住咗喺入边。知道死神系被，知道死者系被死神操控袭击人类后，红尖魔女同埋死神海洛斯开始战斗，红尖魔女赢咗，死者从死之村消失，事件解决咗啦。但系红尖魔女同埋死神嘅恩怨仲未终结嘅。跟住咧，无啦啦又关下监狱事嘅，但系啊。同埋点解红尖魔女话佢输咗？我唔明白。最最尾啊，因为嗰四只死咗就输。吓、啊，你哋知唔知啊？吓、啊，乜嘢？吓、啊，总系同你讲一下啦。总之你讲一下啦。最近啊，有好多靓仔唔见咗啊。诶，点会噶？诶，靓仔？点样讲呢？有传言话。犯人只是将头割下落嚟，然后将尸体吊咗喺附近嘅废墟嗰度啊！诶，好恐怖哦！啊，诶，嗯、啊，好恐怖啊，系咪啊？系啊，真系好恐怖啊！顶你，会系咁？哦，即系嗰、那个啲犯人其实就系我哋自己，我开始明啦吓，根本就系佢自己喺度做落嚟，嗰四只头体根本就系、是，但系。艾琳娜，你都好重口味啫吓，嗰四只头体都劲大只咯，好冇？即系全部都系大只佬吓，不得了！你系咪好做尖食噶吓？你系咪一个阔太艾琳娜？杀咗佢，你都系呢、這个男人都系啊，你都系啊，大家都死咗啦，但系冇关系啊。从今以后，我哋永远喺埋一齐。喂。咩事啊？红尖魔女出现，哇！做乜你只眼咁正常嘅咧？而家靓咗咁多嘅，啊！真系了不起嘅小恶魔，边个？大家都叫我做红尖魔女嘅，诶、欸，魔女，小姑娘，你咁样做系咪有啲过分呢？你未睇到啊？哇！做乜嘢事？真系危险嘅小孩，本来只系想用魔法令到你瞓住。结果居然自己晕咗，唉，咁样都比较省事嘅。喺附近嘅废墟有个监仓，所以就请暂时去反省一下啦。咁但系点解我会变成为失败，跟住会流晒血咧？我都系唔系好明白。二楼深处，我就系红尖魔女。唉，做乜佢嗰只眼同埋而家只眼争咁远嘅咧？吓，唉，应该将呢个孩子点样样呢？杀人狂都是尽快处理比较好，总是觉得落不到手，但果然都仲系将件事变得麻烦，杀咗佢啦。但系还都系仲系有啲在意，变得麻烦，杀咗佢啦。啊，嚟啦！你做乜你喺嗰边兜出嚟噶？我明明喺下面上嚟噶。有边一个喺度？呢个孩子注意到我，仔细一睇。孩子的眼，死神的眼，不会吧？或者他被死神附身的，你能够感受到我的气息啊？点，本来想杀了你的，不过你看起来都挺可怜，就让你活多一阵啦。虽然这个孩子很讨人厌，但可能只是被死神操控的，这样想的话，犯人就只有他了。你要杀了我？这个气息里呢、这个监仓里边感受到非常强烈嘅邪恶气息，唔使我出手，你迟早都会死喺呢个地方。就用你呢份咁嘅能力，努力咁样活落去啦。气息，啊，跟住我哋就成功俾我操，俾我强健嘅臂弯搞掂咗。呢度咧，点？死神海洛斯，我知道你喺呢一度，同我出嚟。你嚟啦，红尖魔女！哇，
画咁大只嘅，点解？果然系你做嘅好事。亲爱嘅红之魔女站啊，到底要我讲几多次啊？系红之魔女啊，红魔女啊，啱啱噏咗。亲爱嘅红魔女站啊，我系红之魔女啊，吓、有咩关系啫？啊，恐怖同系咁样以往咁啦 ，OK？ 你睇起嚟真系好想俾人杀死系咪啊？我已经准备好 OK 噶啦，吓、啊？哎呀，于是你有咩事啊？不分青红皂白咁将我屋企夺走啊！你居然话系屋企啊？呢度咯，就系呢度啊，呢度啊，呢度先至唔系你嘅屋企啊！你个人啊！之前我好唔容易先盖起嚟，阳关就俾你搞到一塌糊涂啦。呢啲系你自作自受啫，即使你系神，都唔可以随便令到死人复活噶嘛。你个笨蛋，就是、因为我系死神啊，我先至被准许啊。比起呢啲咁嘅事，你对嗰个黑发嘅女仔做咗啲乜嘢？黑发？咦，嗰、那个女人啊？点啊？啊，我只系将我死神之眼俾咗佢啫。为什么做这样的事啊？啊，增加尸体的数量咯。就是你所了解的这样啦，我是死人，虽然我是死神，虽然是死神，但都不能够自由地杀人的嘛。杀人是杀神的工作来的。但是这个杀神知道为什么最近什么原因开始不做事，开始偷懒。所以你就引发了死之村的事件和这个无头的事件啊。正是这样啊。这个女人接住落嚟就系成代替我杀人嘅工具啊！睇起嚟杀咗你嘅理由已经足够啦。讲到底，我哋都唔系同族咩？你系冇可能理解我嘅。喺屋顶上边嚟咧，喺呢度开战好窄啊！我系唔会走，亦都唔会避嘅。哎呀哎呀，咁啊只有去啦。OK。Reset、啊、又可以按 Shift 攻擊 4、啊、怎樣攻擊自然的、啊、我是有隻貓在這裡是不是全檔啊紅之魔女80級什麼叫紅之魔女80級傳一傳吧、啊、麻煩、傳一15啦反正都沒什麼所謂這些呢、要不要我稍微教你啊為什麼突然間這些書突然間好像醒了那麼多教我啊教我啊馬上就去到死神海洛斯嗰度啦，咁就能见到真结局噶啦。呢度监仓里边收藏住四个记忆碎片啦，想唔想知道更多？好啊！所有嘅记忆碎片解放之后就会有真结局，后就会有迎接一个光结局就能够睇见噶啦。点解会咁嘅咧？乜 Q 啊你？呢只咧，红之魔女赚有咩事？战斗要门，按住 Shift 就可以。以红之魔女的魔力发生一发 KO 了但是发现火焰攻击的时候移动速度会下降所以最好等到敌人接近才攻击 OK 还有魔法攻击会用蓝魔的、MP 的请加紧注意画面上面蓝色的墙哦得了这里红色的就是血完成武士终结他们是不会回复的企在红猫就会令到 OK 好敌人一般的情况下都会缓慢接近的但是有时会突然间接近敌人的动向要根据色去判定平时怪物的 眼睛是绿色的眼睛突然间变成红色变成红色的东西就会迅速接近请立刻用火焰消灭它以上加油咯 OK 晚上好啊红之魔女有什么事啊不用了操作方法可不可以烧死只猫红猫红猫不是黑白色的吗为什么红色的你居然违背死神，真系愚蠢啊！喺呢度通过就打到我先啦，死啊你！啊，识点样打低我啊？咁你要好好努力啦。咩啊？明明唔想同我讲嘢，就冇办法唔同我讲嘢啊？啊，我点知道、啊？揿住 Shift 前进咩？哦，咁样辣过去，咁唔系好难嘅啫喎啊唔系啊，死！我有经验值嘅喎，哦弊啦，爆咗添，死！但系会扣血嘅喎，点样可以胜利？诶，补一补血先。好 level 有80 level 大，哇！一穿翻嚟，
一出翻嚟就又咩噶啦？咁好难啫。咩事啊？突然之间拍晒手咁，诶，有得升呢噶喎，我咪应该升高少少 level 先。喺度屈下嘢先啊！唔好埋嚟你哋，埋嚟就死。我一个发光嘅光管啊！佢话，既然佢话有要揾嗰几个记忆，咁我哋揾下先啊！落咗喺地下先，我哋由下边嗰度上翻嚟。哇，好多只，顶，俾人系咁袭击。由下边咁样，喂，又小心。哇，万嘅剑值咁高嘅呢啲，记忆喺边度？哇，又有，啊，不断系咁骚扰我。唔系魔女唔系好劲嘅咩啊？因为好似咁渣咁样，顶系咁跑。熊猫啊，熊猫。佳佳定安安啊！你叫我叫熊猫啫，又唔系熊猫喎、啊，叫唔叫熊？喂，又升咗你啦啊！呢度有记忆，呢度系咩记忆啊？系每一个记忆都唔同，定系每一个记忆都一样嘅咧？即系话个顺序。诶，捞翻啊！做咩有女人叫？系咩记忆啊？呢个系又叫叫够未啊？诶，剑痴。剑刺的记忆啊，呢个系，喂，嗰、那个人系咪做得有啲过分啊？再咁样叫落去，再点样讲，叫成咁样都太异常啊！白噶，都仲能够叫到咁，即系证明仲好精神啦、啊，已经忍受唔住啦，跟住点佢去救人啊？看守长已经够啦，唔好再做啲咁嘅事啦。人家做啲咩关你鬼事吓、啊？人哋系咪奸佢？咦，剑刺君啊，你到底喺度讲咩啊？唔通你系话敲门嘅事？其实你都好中意啫，一边听住囚犯嗰啲咩飞鸣，一边食饭，咪特别好味咩？呢事系唔啱噶，敲门之类嗰啲事唔应该咁做噶。你个人真系唔好一副咩都知道嘅样啦。已经够啦，杀咗我啦！真系天真啊，令佢受更加多嘅痛苦。但系看守长，你唔系俾佢哋停，尽快停手咩？看守长，你两个同我捉住剑刺，判逆罪。看守长。哦，就系咁样被人混咗喺度。看守长，你点解要咁做啊？之前嘅你非常之如此噶，而且比任何人都仁慈噶，慈祥啊！点解要咁做呢啲咁嘅事啊？杀咗佢！吓、啊？你啱讲咩啊？我系叫你哋杀咗佢啊！而家就要看守长。就算是看守长的命令，但是现在就落手，这里又怎么太过？这件事只有我们几个知道，如果你们两个不走漏风声的话，绝对没问题的。怎么剑刺啊，我做不到啊，你们两个都要背叛我，是不是啊？剑刺，对不起了，剑刺，对不住，你哋就俾个痛快我啦，对唔住啊！吓、啊，剑刺真系死咗噶啦！咁即系点啊？为咗自己嘅愉悦而虐待其他人，人类实在太卑劣啦！啊！好人的话都还有一个的，虽然已经死了，得到记忆碎片。我在想是不是剑刺是我们救回他呢？或者可能是，看看其他地方先。他又有敌人在这里，这个是剑刺来的、那个、你是谁？有无线吊？这个人连自己已经死了的事实都不记得了。哦，真的是剑刺来的，即是之前入了来那间房的时候他跌了下来嘛，然后被主角直接无线吊。为什么主角这么冷血呢？因为他本身是杀人凶手，於是就永遠咁樣喺敲問之中徘徊住，乾脆俾佢解脱算啦。咁樣就算係為咗佢好，咁咪俾佢解脱咯。點啊？
我就咁烧过去。多谢啊，唔使多谢。But not impossible. OK， 搞掂。我哋要继续升 ladder。咁其他嘢咧？我得到记忆，要四个记忆啊，屈下 level 先。OK， 唔好嚟住，睇下有冇其他特别嘢。如果冇就。即系点？想阻止我冇咁，所以又升咗 level 啦。升咗 level 同升 level 好似冇乜分别。本身都八十 level， 高零。诶，呢度有个掣。哇，咁多只嘅呢度。系啦，会唔会唔够打？喂，呢度屈叻，屈叻好地方。咁好啦，今集就暂时嚟到呢度先啦。我都试下将佢 level 推一推先。咁如果中意影片，麻烦你俾个 like 或者俾个 comment 我啦，我哋下一集翻嚟先再继续啦。咁多位，拜拜。